天气冷飕飕，为了行车安全，警察有法宝。大家停一下，停一下哈。这暗时吼，因为你骑脚踏车无迄个火吼，后壁。 行车安全的问题，所以阮爱改装一个这个闪光灯，安尼好不好？蓝下骑单车的街友，远景贴心的在单车上装上警示灯。因为天气冷了，寒冷的关系吼，会反应会比较慢一点啦。有这个警示灯，对于骑自行车的市民朋友吼，可以让他们有更加提早发现。上在做实在啊，阮在时啊，暗时啊，骑啊，较袂晓危险嘛。 在寒风中宣导外，其实这些警示灯都是三名派出所所长自掏腰包。有感而发，就主动掏腰包啊，然后去购买这些用品，然后赠送给辖区的那个比较弱势的团体这样。寒风中送暖，所长的爱心透过这盏小灯一闪一闪，要守护每位单车族的安全。大家请进行王昭忠高雄报道。